19号上午，高伟光通过微博晒出一段视频。视频中，高伟光、张云龙、张彬彬、刘瑞麟四人模仿《猫和老鼠》中的片段，撅着屁股陆续出场，十分搞怪。高伟光还配文道：“兄弟们，走起！”张云龙、张彬彬、刘瑞麟也纷纷转发道：“走。”男艺人聚到一起就画风骤变是怎么回事？看来嘉兴四傻已经选拔出来了。芒果捞新闻，你永远猜不到把四个男人凑到一起会发生什么。报道。